大家好啊，哈哈，今个星期三呢，即係27号啦，我又开抖音直播，係抖音啊，唔係快手啊，睇下我喺边，喺机场，好忙碌。哎呀，目前呢我仲未知道係几点钟开播，咁大概呢就肯定咗之后呢，我另外再发帖话俾大家听啦。另外呢4月3号醒耀大舞台生日晚宴，听日星期二，即係26号喇喎，就是最后一日买飞的了，咁过咗听日呢我哋就唔接受认购啦。所以如果你想参加闪耀大舞台嘅话呢，就立即 WhatsApp 同客服小龙联络啦，6016413。但係呢大家要记得新开嘅台呢，如果唔够人呢，我就唯有取消嘅啫。如果真係要取消呢一张台呢，我会立即退返钱俾受到影响嘅朋友。仲有一件重要的事，歌神 Sam 哥的演唱会会在星期五就开始了。我是做3月30号那一场的嘉宾，如果你想在红馆现场看我和 Sam 哥合唱哪一只歌，就要快点买票了。记得我在3月30号第一场的嘉宾。好啦，我要相机啦，星期三晚抖音直播见啦，多谢。大家好，在这个星期三，也就是3月27号，我会开抖音直播啊，记得是抖音，不是快手。那么目前我还没有确定啊几点钟会开播，但是呢，等我确定了之后呢，我会另外发一个帖子啊，告诉大家知道。另外啊，4月3日闪耀大舞台生日会晚宴啊，我们。明天星期二26号啊，就是最后一天卖飞，过了26号我们就截止卖飞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参加闪耀大舞台的话，就立刻 WhatsApp 客服小龙啦，6016481813。但是大家要记得，新开的台呢，如果人不够，我就唯有取消它。但是如果真的要取消的话呢，我会立刻退钱给受影响的朋友们，谢谢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啦，歌神 Sam 哥演唱会星期五就要开始咯。我呢是做3月30号那一场的嘉宾啊，希望啊，如果你们想在红馆现场看到我和 Sam 哥合唱哪一首歌，所以你要一定要快一点买票来支持我们啦。记得我是3月30号第一场的嘉宾。好了，我要上机啦。